题材的《末日杀戮》是一款与众不同的转珠游戏，玩家必须要尽快的将红色的子弹转出来消除它，才能够发动攻击，击退来犯的僵尸。另外，传统转珠的属性要素在这里也转换成了各种武器的攻击方式，玩家可以透过装备来增进自己的某色珠的攻击力，甚至是学习技能，以四连珠来发动特殊的行动。另外，如果来不及攻击被抓住了，也可以连点荧幕来逃脱。喜欢僵尸和特殊题材的玩家们可不要错过咯。